我叫兜兜，是雪国的皇后，我可能是史上最惨的皇后了。你们沙国是西域小国，我薛国灭了你们沙国只是时间问题，要不是为了让我薛国减少损失，我才不会答应你们沙国的求和，让你来当我的皇后。别忘了，我只是给你们沙国一个面子，你只是一件贡品。东皇后，您……我没事，你是？奉陛下之命，专程保护皇后的安全。我是您的贴身护卫杰瑞。放心吧，皇后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您的。虽然国王对我没有夫妻情谊，但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如今他突然驾崩，我身边连一个可以依靠的人都没有，现在还被汤大人怀疑，难道真的是我不小心弄错了？我记得当天晚上太医放了两瓶药，橙色药罐晚上喝，蓝色药罐白天喝。没错啊，我给陛下喝的就是橙色药罐，怎么会出问题呢？难道有人把它掉了包？来人，传太医。